由金像奖导演陈嘉上执导，改编自温瑞安同名武侠小说的电影《四大名捕》，昨日在北京举办了首场发布会，邓超、刘亦菲、江一样等主创悉数亮相，为电影的首款预告片揭幕。就是死，死就是生。四大名捕已经定于暑期档7月12日上映。发布会现场，在片中饰演情敌的两位女主演江一燕和刘亦菲同场惊艳，刘亦菲更现场舞剑为电影卖力宣传。而对于两人私下的关系，两人的回答也颇值得玩味。现实生活中两人关系怎么样？这个保密。你还保什么秘密？没有，我们经常一块玩，他经常来我家玩。还一起那个啊，好吧，不讲了。对，为什么？讲一下。没什么。其实我觉得，就女孩跟女孩之间的，我们俩因为都养猫嘛，我们就会讨论很多小动物的。然后他会来我家看猫，我们也住得很近。这绝对是一个有这种生活情调的小女人，她平时就是觉得挺欣赏她的生活态度。